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雪糕仔啊。咁 SSR 珠母系非常之稀有，一收到风我就即刻通知大家。官方新出咗个储值活动，可以获得呢个 SSR 珠母。咁详情大家可以睇呢一个表格。咁当然我都会即时试俾大家睇啦。我哋即刻去游戏呢边。咁好啦，咁啊游戏嗰度。我就事先儲值咗，跟住官方叫我 check 呢個郵件，咁郵件啦。嗱，呢個係匯款儲值獎勵，警察收啦。咁好，收咗啦。咁之後呢，佢仲會有一個序號俾我嘅。咁我事先已經複製咗啦。咁我就點左上角啦，去兑換碼，然後貼上個序號，就可以獲得我想要嘅。SSR 珠母科技书包啦，咁好，正義即の时義勇。帮何それくだらないな。同弟穿上书包。咁星星卡要4张，仲争3张，即时系补给站抽，仲争3张星星卡，仲争2张。仲爭一張，哇，好黑仔喎，夠啦，角色正義の。同何低，それくだらないな。咁我嘅書包就升3星啦。咁我即刻去切磋測試下。因為我同弟唔係手速啊，可能要等一等啊。哇！帶電啊！呢個專務好型啊！好，咁呢條片去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仲未訂閱嘅，可以訂閱我。最近有咩一拳超人嘅新消息，會即時通知大家。拜拜。